大家好，我是北京奇哥。这次应徐州文旅邀请来参加徐州汉文化旅游节，难得有机会可以体验一下汉服，我这算是把第一次穿汉服的记忆留在徐州了。都已经是九月下旬了，这个现场预约还是预约不上的，这博物馆太火了。上次来徐州还有个遗憾，就是因为没有提前预约，没去成徐州博物馆。这次借着徐州文旅的活动，我们可以有幸身着汉服来博物馆了解徐州两汉文化的历史。秦唐文化看西安，明清文化看北京，两汉文化看徐州。徐州是汉文化的发源地，历史文化遗存特别丰富，特别是古文化遗产中的汉代三绝，即汉墓、汉兵马俑、汉画像石。除了目前开放游览的几座汉墓外，徐州博物馆是看到这些珍贵遗存的首选之地。终于看到镇馆之宝的金缕玉衣了，这是目前所知使用年代最早、玉片数量最多、玉质最好、制作工艺最精的金缕玉衣，价值天文数字。进馆的时候没有留意，才发现徐州博物馆还提供这种 VR 眼镜装备，看起来还挺有意思的，下次来我一定要体验一下。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，来徐州旅游逛徐州博物馆一定要提前预约。